正如三位所说，真正爱一个。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，我们一起进入六十秒。听了老师说这么多，我感觉就是老公这么多年挺辛苦的，为了这个家付出太多了。老公，以后我会跟你一块儿顾家。你说亲女儿呢，我就跟你一起去。有活我帮你一起干，你也不要总说我来吧，你什么都别管了。到时候我帮你一起干，真的谢谢你老公，你太辛苦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。